老子在临死之前，也要为这个国家出点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您做到。 軍部はいい局面を得たが、だが私のせいで奴らに民間の指示を得させてしまった。国民党の18陸軍と5軍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しまった。そうなると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る。だから私は東京に戻り、処罰を受けに行く。西村君、上海のことは全て君に任せた。勝敗は時の運なのだ。竹上君、 自分を責めるんじゃない。初の上海だ。状況もわからないだろう。一つ言っておこう。聞こう。今回上海での失敗は邪魔者が手を出しやられている。風林火山もやつの手に落ちた。さらに再審を払え。やつの名前はビンフォンだ。やつがビンフォン。 赵处长，凶手找到了吗？案件还在调查当中。赵处长，我都已经报案两天了，案件的调查进度，您总该给我透露一点吧？吴小姐啊，这个案子啊，那是错综复杂，啊，千头万绪，我们现在也正在寻找线索，所以你别着急，再等等。 啊，再等一等。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凶手的尸体就是最大的线索呀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日本人，那我们可以去日本人的聚集地去查找，一定能找到认识他的人的。你得教我怎么查案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赵处长。吴小姐，你的性情我能理解，家里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。 我也很遗憾，不过现在这件案子牵扯到日本人，所以不得不从长计议啊。从长计议，恐怕您是不敢去惹日本人吧？吴小姐，请注意你措辞的方式。现在中日双方战事未定，我看您是不敢贸然下注吧。放肆！再这么胡言乱语。 就是蓄意滋事。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来人，带他出去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会走。爸爸，女儿已经遵照您的遗愿，变卖了工厂，支援抗日了。 您在九泉之下，您可以放心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继续以笔为武器，揭露日本人的罪行，号召更多的中国人加入抗日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
我们的祖国，我们的祖国，侵略者一定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。爸爸，您就安息吧。 说你一定在这儿找你。钱叔，我之前和楚灵的事情，您早就知道了。你从天津假死逃出来，命悬一线，所以你的假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楚灵。 如果你们之间产生什么误会，要怪，你就怪我吧。我知道您为什么这么做。楚林知道我的事情越少，对于他来说就越安全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你跟楚林之间，看来是缘分未尽，将来应该怎么办？你自己决定吧。 自从回国以后，我们都背负上了国仇家恨，也再都不是那个小孩子的样子了。怎么回到过去？况且，我注定要过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，跟他的瓜葛越少越好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也已经。 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下半生，也是我希望看到的。 我把爸爸留下的工厂卖了，除了捐献给前线将士，就只剩下这些了。你拿去给大家分了吧，用这些钱去做点小买卖，也算是有条活路。大小姐是要赶我们走吗？我已经不是什么大小姐了，这栋房子我已经把它卖掉了。 吴家再也不能为你们遮风挡雨了。大小姐，我们都是吴家的人，我们誓死效忠大小姐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有我的路要走。你们也应该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些钱我们不能要，大小姐比我们更需要这些钱。你们大家跟随了我爸爸这么多年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只有把你们安置好了，爸爸才能安心。 拿着吧。那您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做我该做的事情，走我该走的路。总之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我爸爸白死的。大小姐以后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可以召唤我们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
们大家多保重。大小姐，大小姐。小姐，朱尚在，他回日本了，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还在骗我没有骗你，他真的回日本了。告诉我，朱尚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说很快回来。但是没有说确切时间，就这些，就这些。朱尚这混蛋竟然回国了！他在中国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，他死一万次都不够多。想什么呢？我这些天一直在想，杀一个竹上远远不够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杀了？是啊，所有侵略中国的日本人都得杀。但是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日本人在侵略我们，他们一天不滚出中国，这样的悲剧就会不停的上演。哎，我在想，咱们成立个小组织，就用冰封这个名号，杀日本人怎么样？冰封？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过来。我看我们这个小组就叫华兴社，好不好？振兴中华，叫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我担心的是钱叔你的身体。年纪是大了点，不过后勤保障工作我还是会做好的嘛。买点枪炮，跟日本人干。嗯，别忘了，我有钱。对了，这个酒吧以后就是你们这个小组的联络点，也就是华兴社的联络点，好吧？谢谢财神。好。谁啊？
是我。妈妈去看门了。 来啦，进来吧。怎么，不认识老花了，晶晶？晶晶是不是长个了？不要摸人家脑袋，会变笨的。晶晶，怎么说话呢？快叫爸爸。他不是爸爸，他是老花。 对，老花，老花当时答应过你，再来的时候啊，要给你带礼物。喏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万花筒。哎，你们玩，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。嗯，这叫万花筒。这么看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不一样。你看，转转转转转转。 刚睡下，如果我去睡客厅的话，我怕。不知道。如果被晶晶看到的话，咱们假扮夫妻的事情就露馅了。毕竟孩子还小，不用说错嘴。啊，谢谢。床我已经铺好了，你去床上睡。我受训的时候。 宋站长那边又给我们交代什么任务？他让我督促你按时到巡捕房报到，做好潜伏工作是我目前的任务。我明天一早一定准时去巡捕房报到。你的仇报的怎么样了？晚安。 放你一马，因为我还不是巡捕，不过过了今天之后，别再让我碰见。哎，要跑了！其实我怎么能放？贼呢？赶快！贼呢？我不是贼，他是好人，对呀，吓死我了。没事。
你们两个人都工作，这个孩子是谁带啊？白天送去学校，等下了班我们两个去接他。哦，那你还算是负责任。你和你夫人都在我们巡捕房当差，好好工作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谢赵处长。进来。好，来的正好。 我来给二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刚刚到我们巡捕房的华明汉探员，这位是唐兄妃唐探长，他可是办案高手，经验丰富，以后你要向他多多学习。唐探长，以后请多多关照，互相学习吧。这位是冯兆言冯探长，赵先兄啊，嗯，我可是把华明汉交到你的手上，以后。 他就是你的徒弟，你就是他的师傅。师傅，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只管说。行，凡是我知道的，我全交给你。谢谢师傅。好，大家其乐一堂。求求你帮我找着我的孩子，求求你们帮我找着我的孩子！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哭不解决问题的，什么时候丢的，在哪里？ 警官，是这样，就在刚才，我们的孩子在外滩被人偷走了，你赶紧派人找一找吧。外滩？江探长，你可把命令了没？这样，东西先放在这里啊，我们先背着案。警官，哎哎，你要帮我找到我的孩子，这么多人都是在这干什么？出警啊，帮我找孩子呀！你们坐好了，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师傅，这夫妻俩。 我好像在今天上午来报道的路上见过。老婆，老婆，我应该知道他们两个的孩子是在哪儿丢的。那你自己去查呀。谢谢师傅。我告诉你，上海滩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啊。 如果我天天找孩子，其他事情要不要做了？再说了，丢孩子又不是你一家人，我跟你讲的很清楚了。这，你不是咱们的，有什么吩咐啊？爸，爸。
行，徐牧房吧，有这个药吗？有，有什么时候买过？因为这个药是新药，买的人不是很多。哦，不过有个人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性买过几瓶。这个长什么样？当时他戴着礼帽，个子很高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他还说离这住得近，买这方便。离这住得近。 孩子给找回来，我们已经报官了，日巡捕房那边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再这么等下去，也不是办法呀。你刚刚说，孩子是在外滩丢的，是吗？那里人流比较大，应该会有目击者。这样吧，你刊登一个寻人启事，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寻人启事，现在会不会太晚？没有问题，我是《明日报》的记者。 你的版面我马上找人去安排，我们明天就刊登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老李给我买酒去了。老板，来碗面。回答老板，马上来。重金寻人，八个月男婴手腕上戴着铃铛，于前日上午在外滩丢失。好家伙，这么大方。八个月大的男婴，红色衣服。 真的见到我的宝宝了？不确定，因为我也没有看清长什么样。那现在人在哪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敢肯定就在贵州路那一带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。对，赶紧去找。现在就去找。这个，哎，你拿着这个，我不能要。你拿着。 我真的不能要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你拿着。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加10000银元。恨むなら家族を恨め。君みたいな。お利口じゃないからな。よしよし。進展状況はどうだ？聞いてください。 順調です。よし、ならば知らせを待つとしようじゃないか。買烟了，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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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烟了，先生。哎，先生，买烟了，买烟了啊，买烟了。小哥，你是一直在这儿卖烟吗？对呀，我一直在这儿卖。那，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，然后戴个礼帽、怀里抱个孩子的男人？没见过。先生。 先生，烟，烟，先生，走，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看见的他。我上次就在这儿，就在附近看见的婴儿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走，走，我们去找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男人，戴着礼帽，抱着一个孩子？没有。有吗？<笑>
我跟您打听个事儿，是吧？您最近见没见过一个戴着个礼帽、行为举止比较奇怪的？哦，有啊，昨天还见过的。他在我店里定制的马甲是昨天来取走的。这个人有一点怪。马怪，一个单身男人去买了一大包小孩子服装。这个人住哪？您知道吗？就在前面那个巷子。那个巷子？哎，就在前面。 喂，哪一位？喂，我找一下冯兆言探长，我是他徒弟。新来的是吧？冯探长不在，我是江探长，有什么事跟我讲好了。江探长，是这样，婴儿案有线索了，我现在就在凶手驻地附近。 小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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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我们这儿有个小秘密，江团长。江团长，电话司机大大，是我，查的怎么样？那个偷孩子的贼就应该躲在这附近，干将军命你去搜吧，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嗯。哎，李德仁，去这边。上去。给人去那边查。上去。让人放走。你放走。来。 报告站长，那边有人被杀了。怎么？走。